身为一个有型的大叔，会具备的是什么东西？黑福地喷雾，摇一摇，摇一摇啊，摇一摇，哎哎哎，喷一下。其实我刚喷那么多，也没有黏黏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真的还蛮神奇的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去洗手。对，蓬松感也可以，支撑力也可以，对，塑形也 OK， 都非常的完美。我想要立体感的时候，你就要用这个 K 棉花糖发蜡，对，是跟棉花糖发蜡，对，像棉花糖的感觉，然后弄一点，然后。在手上搓一搓，嘿，嘿，有没有萨诺斯？嘿，把尾的地方抓起来，然后让头发更好看的话，那个收尾的部分飞扬柔顺，帅气迷人，艺术美工，黑福利喷雾啊，先塑形，我再用黑棉花糖发蜡，然后做收尾，然后让它线条更分明，更有立体感。大家好好认真当一个像我一样帅气的男人吧。